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证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师新春祝福。广慈长老，俗名顾平，1919年出生，12岁于南京栖霞寺出家，16岁就读焦山定慧寺佛学院，与主云、西云、悟一、莲航法师等一代高僧同窗修学。由于天生一副好嗓子，又颇具慧根，少年广慈在梵拜唱诵上已日臻成熟，后在常州天宁寺任为傩，逐渐声名鹊起。广慈长老赴台后，发现台湾佛教界还没有正规的梵拜唱诵及佛事仪轨，于是长老殚精竭虑，在台各地传授汉传佛教正宗梵拜唱诵，弟子遍布四海。今住持桃园龙潭佛照净寺，且担任中华国际佛教梵拜音乐交流策进会理事长。老和尚高寿103岁，一生致力于佛教弘法、梵拜传承，倡印电子版《大藏经》，为弘法布教及印经事宜，走遍大乡小镇，任运智慧、悲心，教化深远。各位观众，大家午安。今天生命电视台来邀我和各位讲我这个出家以及现在修持的经验。我62岁出家，我师父带我到南京栖霞山，那个地方是属于禅宗啊。那么我们出家以后呢，一边念书一边就参禅。那么参禅呢，不像现在的这个不是在禅堂里面，我们住在禅堂里面，
一天六支香啊，从早上到晚上，除了上课都是唱禅。有小孩呀、啊，不懂什么叫做唱禅，只是叫我师父管理我们，你非坐那里不可。那我们坐那里呀、啊，不是打妄想，就是睡觉。这样子有五六年，然后在这铁岭读书呢，他也是禅宗，他也不久门的念佛。你要在禅堂里面念一句阿弥陀佛，他说你把禅堂念脏了，叫你放你挑水洗禅堂。在这个几年之中，念书一方面参禅，一方面念书。到了台湾了以后，到了1984年，我才转念开始念佛。我觉得这个修持啊，靠自力啊很难完成，因为这个一个人的贪嗔痴慢太强烈呀、啊，不容易去除。所以用念佛的方法来把这个贪念、嗔念、痴念这个三毒啊，能够给它取除掉。因为阿弥陀佛他发了这个48个大愿，要做有人能领他的名号，相信他的极乐国土，只要你发心念就可以。当然这个48愿里面有一条，就是假如有众生只要十口气念他的名号，就他就来吉祥魔王生。那没有修佛的人呢，说这个太好太简单了，我到临死的时候你这个气就可以。大家一定不要这么想，因为人到临死的时候啊，八苦交煎了，又舍不得儿，又舍不得女，又舍不得财产，一切的都舍不得。你要劝他念佛，他一句也不能念。不要说是平常念佛的人，到了临死不能念十口气来进行念佛，就是天天念佛的人到那时候都不容易。所以我们呢要怎么样呢？你要相信佛说的话，绝对不会打妄语，绝对也不会骗人。那我们只要你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在晚上的时候你十口气才有用。所以我们平常要训练这个念佛啊，一般是很简单，实在不简单。我去了一本净土宗法宝大藏，把五经二论详细的介绍。要求人做什么？念佛啊，有佛不离口，口不离佛。这样子呢，不但大家做不到，连我本人也做不到，因为事情太多啊，宽解烦扰太多。在此之后，自己每天把自己有时间就能念，希望人在临命终时会念佛，这样才能完成西方。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国土哦。那么有个人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以后，他说阿弥陀佛带他去，看到有些老和尚都在那里记住念佛，所以他回来以后他才给大众讲，这个念佛
死者恐得很快，要完成净土很容易，只要发心念佛就好了。所以我从八十年把我的庙一直改成净，所以我现在叫佛照净寺，这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净土。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平常呢有空的时间啊，一天至少要念一百次，你能念一千，能念一万，那是更好了啊，这样子你能够长久呢，也一生也念了不少福。可能在临门中时，有人在旁边给你助念的时候，你跟着他念，你一本身好在你这口气。所以这个修持方法我觉得太容易，比较简单，希望各位不要好高骛远，我什么花言中，我什么发相中啊，我什么称中啊，这些中是很好，但是呢很难修。这个欲识的众生啊，只有求简单的，我容易得到效果的，只有念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所以现在的不管三种什么种，没有一个人不念阿弥陀佛，总希望有这一个功德，能阿弥陀佛既有我们完成西方，到了西方都是祖上三人啊，大家都是在念佛用功，没有一个朋友像我们这个世界的朋友求我们去讨麻将，求我们去做坏事，求我们去看电影，那里头都没有，都是劝我们你要念佛啊，你要念佛做好事啊。所以这个法门呢，既容易转西方极乐世界，容易达到我们的修行的目的，能够了生死。因为果弥陀是无量寿啊，到了西方，不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个种子都是无量寿啊。所以没有生死，没有生也就没有死，这个生死问题你不了啊，你永远会痛苦。所以我们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没有生死了，就解脱了哦。那么当然这些话呢，信了佛的人还能听得见呢，不信佛的人他听不进。你假如听不进不能做，那你太苦恼了。这个好的方法告诉给你们听，你们不能做得到，实在是可惜啊。所以呢，你一句佛号就有这么样的功德，希望还没有学佛的人，你们赶快到各寺庙、各团体去请教法师，去请教那里住持和尚，希望你啊能够作为佛法里面做一个好的法门给你修，或者他不求你念佛了。他求你参禅啊，求你修持啊，求你修观啊，啊，方法很多。佛教修持的法门有八万四千个法门，你修于哪一个法门都很好，只要肯修。但是呢，统统没有念阿弥陀佛那么简单，那么快啊。所以我们
请各位同道一同来的念佛使这个法门呢能给普遍的大家都在念佛，这一个好人我见的凭我的良心来告诉各位，就没有一句话欺骗你们蒙骗你们所以说我假如来有这种欺骗你们的话，我良心过不去，浪费你们的时间，浪费你们的生命。所以句句是实言，只要每一天你一百声阿弥陀佛不念不睡觉有空就把这个一百声念掉，其实很可能很简单希望各位能做到这一点学佛的人呢都是说希望学而佛一切困苦都没有，通通是快乐的，这个希望是有，但是呢你的业力重啊，业力甚大过去所造的恶业，不是说你念几句佛号这个业力就没有了，必须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自己要忍受，念佛也是要生命，凡是会死凡是会老，这个生老病死只要你有生老病死一定随着你而有，但是你假如说有修行的人有修持的人，大病会转小病一切的事情自己就好像就是承认你所做的这个利益和现前不能够全免，只能够由大减小，由小减没有。那么各位学佛是求我们今生的这个了了以后在转世的时候，我们转世是凭我们的业力，你的业力好就转个好的人家，做那个学佛的人家，或者是做官或者做什么，你的业力太重你转世的就做那贫苦的家庭那一切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愿意去做那个残缺的人啊，苦恼的人呢，大家不都是想好吗？但是你的毅力所转所以我们平常呢要存好心做好事，希望自己少造一点业，将来这个业力轻就能给生到好的自己有的人做事很顺利，他办什么事都赚钱，为什么？他是过去银行里面有存款有善事，所以他就是有人扶持有毅力帮你忙。假如你就是前世什么好事也没做恶事坏事做尽，你今天想出生好的家庭，出生好的有好的机会给你了，不可能的事情，还是业力所转。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佛，就是要想跟佛学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所以我们不管什么人人家做事赚钱你不要去羡慕，你不要今生再做坏事，你来生就能做，就像他一样能够做什么都赚钱这个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今天学佛呢当然世界上的宗教很多，有神有鬼
有佛有菩萨，这个等级是不一样的。啊，你们平常拜的那都是世间的好人而已。你比如说妈祖啊，这些什么啊，什么王爷啊，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的时候，忠孝节义，做得很，人做得很标准，大家很崇拜啊。但是这些人，他对于礼佛菩萨的修持得来的这个，还差得很多哦。所以我们好人大人跟他学了，但是你只能还是个好人。你要跟佛菩萨学呢，就能做佛菩萨。你跟那个阿弥陀佛、释迦佛或者一个观世音菩萨，救了多少人呢？啊、哦，不是一天的，三次啊，总是救人呢、啊。所以这个功德它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我们劝各位呢，啊，今天多了学佛菩萨的救人救世的精神。啊、哦，要一切不为自己，一切为他人。啊，学佛呢，啊，是一个很痛苦的，因为把自己余老的时间要来学佛，要来念佛，不要人去看电影、看电视，你在那里念佛、参禅，啊。修行不是只修那个世界路，是修将来能给平里做的这个功德善事，那个感到那个善因，好的种子结好果，坏的种子结坏果，这是一定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呢，啊，统统来学佛，人人做好人。做好事，世间天下太平，人人快乐。阿弥陀佛，也祝你们新年快乐，事事如意。阿弥陀佛。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我是唐启阳，防疫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要一起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的好习惯，一起配合十连制接种疫苗，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在我们身边戴着口罩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也有可能是协助疫苗运送的机组人员。你我身边每个人都曾在防疫里尽一份心力，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彼此。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防疫态度守护对方，不要让歧视与攻击消耗了我们的能量。我是唐启阳，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我们一起团结防疫，并肩同行。
有些人觉得，如果我们去医院、殡仪馆，或者是去坟墓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霉运。但是呢，清明节我们又必须要去扫墓。那师父有何看法？在佛教里面，佛教的精神就在于要在痛苦的地方带来光明。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选择印度那个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人权很低下、那个时候的印度还很脏乱的地方，他出世了？他降生在印度，就让印度充满了佛法的光明。那些不平等，我们讲说阶级、种姓，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世，所以消除了，至少在佛陀的僧团里面不存在了。再来，我们大乘佛教都很喜欢拜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发愿说，什么地方有痛苦，他就会去什么地方救度他们。那地藏菩萨发愿说，什么地方是最痛苦的，乃至于地狱道的地方，地藏菩萨都会去那个地方救度他们。所以对佛教徒来说，我们不是害怕殡仪馆、害怕坟墓，我们应该说，我们要把光明带到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怎么办？我们在那个地方会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求光明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光明的力量是谁啊？阿弥陀佛，无量光的力量，观音菩萨大悲心的力量，地藏王菩萨大愿的力量。所以我们如果去殡仪馆、去医院、去一些不干净的甚至闹鬼的地方，我们会害怕怎么办？赶快念佛，我们就赶快合掌起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时候啊，这个痛苦的地方、不清净的地方、有鬼的地方，就变成佛的净土，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带给他了。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房子1000年都没有见到阳光，1000年黑暗的地方，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有鬼的地方、不清净的地方，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所以不是害怕它，你看哦，我害怕坟墓区，我害怕去医院，但是你还要去啊。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因为你害怕，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种种的妄想，然后到最后呢，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越来越糟糕。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很容易被那些负面的力量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佛的力量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我们要把地狱转化成极乐世界，要把这个五浊恶世转化成极乐世界。那要怎么转化？念佛，用佛的名号、威德力、佛的功德力带给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到时候呢，大家说我又要去扫墓了，为什么？我要去坟墓去念佛。我要去医院了，为什么？我要去医院念佛。透过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害怕，而且可以转换那个地方成为净土。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转化成清净，把痛苦的世界转化成极乐世界。那透过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好，